好吧，我接下来请出我们打牛队的实力，在哪？在哪？在哪里呀？地上来吗？实力在哪里？九力，八力，七力，六力。请各位往上看。 出前弯姿，快！让我坐上我的轮椅，好像身体不太好啊，怎么一下来就坐一下？哇哇！这位兄台，眉间一点红痣，静如处子，点尘不染，莫非是人称赛华佗的欧阳明日？ 久仰，这位仁兄，神级建模脸，想必就是大唐开国太子李建成。久仰久仰，正是在下。今日，我们大牛派为了争夺武林第一门派，势在必得。得嘞，客官您里边请。 来推一下走。哎呀，好重啊！哎呀，帮个忙来！上四位兄弟来推车，陷到泥里了。不是我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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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热情了，太热情了，太热情了。哎，哎呦，这抬走了。哇，这个待遇真是不一样啊！悬浮的轮椅，走吧，离开吧，武林大会不适合扰人家。 点你，继续上人。